早餐哦。起床喽，鸡民们起床喽！我刚刚到走出来，你有看到？你们有看到？为什么不叫我等一下？对，我早上也是跟他们打招呼，还说你们怎么那么早就起来，都没有人要理我。我还在拍风景。我刚刚坐在那地方，我这边刷牙，看一看。然后叫广播，以为是园区广播，还不用管他。然后就看到你们几个在很开心的冲过来，说：“哇，我也开心啊！”哎，不对劲哎，是在集合哎。居民起床喽，集合喽。早餐在哪？早来的有早餐哦。先来集合再说喽。而且你们是有被训练过是不是？就是早上看到人都当作没看到这样。没有，是他认不出来是你吧？起来都没人要理我，就这样。哎，你有化妆好。哎，我好早起哦，你不觉得很丑吗？昨天是有下雨。对，有下雨，然后有人一直在弄帐篷，下很大雨，然后下雨，然后就一直在弄帐篷。有啊，就是你会有一种觉得好像有人在摸你的帐篷，然后中间有一段有蛮吵的，不知道是谁在吵。我睡得很舒服，为什么你睡得那么舒服？哦，我刚刚没有认真。起床喽！赶快来集合喽！起床喽！就算占一个位置了嘛。他会冷，他可以去穿外套。对，他觉得很冷。我终于知道住那个番茄钟机场。我昨天一度有觉得好冷。新君很明显是被叫醒了。哎呀，我想上厕所。对啊，我是真的被这个音乐吵醒，然后我现在好想上厕所。让人家很想发火哎，这个音乐。你也是睡醒了。啊，我其实刚那个听到音乐的时候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正要洗澡，哦，因为我想说起来，然后反正冲个澡这样，结果我已经脱光，然后听到音乐，我想说啊，可能是园区在广播，对，结果就听到主谋的声音，讨厌的声音，对啊，超讨厌的，听到他声音，这个火就来。现在有一个人是叫不醒的状态哦，还有谁？是袁哦，还有是袁俊，李彦君回来了吗？对，是还有连军去骑脚踏车。来了，他早上六点就去骑脚踏车，他昨天有说。李彦军，赶快来集合！哎，这样会变四元界最后一个吗？你们麦克风，我要跟大家讲话，我要跟大家讲话。各位居民起床喽！你婆西瓜，快点！淡定的人，谁？就只有圣女来集合喽！其实他们都起来了，啊，都起来了，是不是？圣女，赶快下去好不好？快点，他真的很淡定哎。对啊，他昨天吃很饱，所以他今天是早餐。我们不知道啊。而且他最后连烧都不要了，为什么不要？整个好淡定哦，李彦君。没有，早起来了。早起来了，但是我都晚下来。我还在那边拿麦克风跟各位居民起床哎。真的？对啊，他说大家都已经下学，只有你在这里。我刷牙刷到一半，满口泡泡，就直接冲过来了。把大家叫起来是因为要吃早餐了，很难得，今天昨天没有吃嘛，有的没吃到，然后今天早上都放早餐。那是最后一名的四元界除外，其他都可以吃早餐。真的？太幸运了！哇，我真的赶着回来了。哇，不用做任何事情吗？这个就可以吃。哦，我如果回来，我骑车又没得吃，我真是快饿死了。
但我觉得世元街就算没今天没吃到早餐，他也应该心满意足。对啊，我昨天已经算是烧饱，吃的很饱，开心的很饱。哎，可是其他人就真的这样就可以吃哦，直接吃，这么简单。昨天那么辛苦，然后再去吃早餐之前，要说一下今天的主题。好心寒。今天的主题是乡民酸民大混战。你们世元当中有两个男生跟两个女生。会是酸民，大家等一下会轮流抽取身份。今天就是其他六位就是乡民，然后前两关获胜者可以得知两个人的身份，然后在最后一关会有挑选配对的机会，完成胜利配对的就是冠军。乡民配到乡民，就是两位乡民都获胜。哦，乡民配到酸民，酸民获胜。哦，但是酸民配到酸民的话。两个酸民都淘汰，都没过。酸民杀哦！所以这一集会有六个冠军的意思。哦，所以在我们节目的惯例的话，就是两个人获胜的话，有机会获得6000元奖金。有三个人的话就9000元，如果是六个人的话，应该就是18000元。有机会获得奖金12000元。变少，而且我们定险了。六位啊，所以即便是这个，还是个人赛就对了。对，配错就输了。我们可以先吃饭吧，因为我刚算睡醒不到10分钟，这脑子还没有办法运转。你讲完了之后就是，而且已经很多人还没刷牙吧？对啊，你还有什么没刷牙就叫上厕所？就揪去吃饭。对，还想要上厕所。那先抽身份好吧？好。刚刚叫起床，然后最后一位抵达的，除了不能吃早餐之外，抽完身份了嘛？哎，他的身份会直接公开让大家知道。太好笑了！太惨了吧！太衰了吧！那今天完毕呀？我不一定是那个酸民啊，对啊，乡民是乡民啊，乡民乡民，但是你很好做事情啊，乡民就很好做事啊，我很好做事情啊，我要公布了，一、二、三，为啥？哎，酸民，酸民，所以是三个酸民哦。对，那他今天就不用玩了，他没事做啦。有玄机，等下再讲。有玄机，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不一定。我还可以赢就对了。对对对。哎呦，对，好，上早餐哦。这样 OK 有蛋，很好哎。宣布我爱我妈吃鸡翅，好快乐哦。如果没刷牙不能吃早餐的，那就带回房间吃哦。这么一回事，对对，不用拍哦，不用不用，这个画面只是让世元界没东西吃，这样又酸民又没东西讲，也太直白了。我们现在要把运镜都剖析给观众知道。有人要吃这个东西吗？我不敢吃。哎，这样子吃，你讲也蛮有道理。要吃很多才会饱。昨天一整天都在户外，我们应该在树下坐着吃才对啊。带回房间吃都可以，还有出来露营的感觉。好，这样啊，这样啊，加油，加油，快点，这样一起啊。我现在对土谋还是有点不火了。下次喇叭的音质会好一点。它好好吃啊，超好吃的，很好吃哦。饿，拜拜。下午努力一点啊，你们不要跟我同队啊。怎么现在就开始当酸民？你这两天真的是有点过分哦。我好饱。来哦来哦，旅行团的各位。哎，你真的好像导游哦！来跟各位介绍一下，这边是西洲公园。你还背着这个，这个肯定比较多游啊。拿一个旗子，其实我这个应该是要放前面，比较像有钱。对对对对。好，这个地方叫西洲公园，然后它是全国最大的一个平面公园，真的总共有123公顷，有分的这个苗木区啊，还有森林区。对，刚走进来，人府就说：“哎，这里好漂亮，真的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”就放眼望去看不到边，就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公园的那种感觉。对啊，度假就可以来这边。那我们要在这么漂亮的地方，为什么要玩这么阴险的游戏？对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还要彼此猜忌来猜忌去的。跟大家讲一下，乡民跟乡民待会一定要想办法相认。因为只要在最后乡民跟乡民在一起的话是会逃出的。对，那现在目前我们知道有一个酸民了，就是世元界。对，酸民跑去找酸民配在一起，酸民都会死，所以基本上这一集大家都不要去找世元界就没事啦。哎，世元界第一次来，但是从头到尾一直被当边缘人。对啊，他昨天被边缘到最后，但是他赢，
哎，对耶，最主要是动脑。从每一关的游戏结束，当然你一定要抢第一啊。对，抢到第一，你才有资格问别人的线索，你才能确定那个女的或那个男的到底是什么身份。是问线索还是问身份？啊，身份啊，直接知道他身份了。哇塞！哇塞！那林莎，你获胜的话，你会问世元界是不是酸民吗？不会啊，怎么可能？哦，那你懂，其实懂，其实我很聪明。其实今天这对女生真的比较有利，因为她已经知道一个酸们都已经知道一个男酸。只要再抓一个酸就可以，几率很大。在西洲公园这一关要分成五队，两两一组，然后男生女生配，各队要前往园区里面寻找指定的景点。这么高，123公顷哎！哎，有缩小范围。才第一关哎，大概80公顷，119啊，真的脚踏车。就是池塘附近而已。OK， 合照完之后，率先返回总部的队伍获胜。获胜就可以获得一男一女的身份，只有一组会获，只有一组。但是在寻找的过程当中，总部会用对讲机公布趣味任务，各队要完成之后才可以再继续找景点。趣味任务，趣味任务还没完成，然后下一个公布了，那你还是要都完成。所以你可能会累积3-4个任务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直接改叫卡关任务，一定不趣味啊，要玩到很生气。就是让我们卡关的，难怪卡关是跟你的另外一半有关系。如果你配到很会玩游戏的，那更很快，那就速度很快。对，好，那我们要怎么猜？怎么配？我来盲抽。盲抽好，盲抽。抽到女生，他就选看一下跟哪一个男生一组。女生可以选。那抽到男生就看你要选哪个女生。哦，自选。对，好。许梦泽啊，我要选谁呀？糟糕了，第一个就是选择障碍。聪明的，聪明的，那我选林莎好了。哦，没错，林莎厉害。好，下一枚。我爸抽到我，紧张啊，很难选。番茄，太棒了！女生，那已经是眼睛，因为他打败人府那么多次，然后他很强。打败人府，打败人府就算了，是那么多次。我已经不再相信女生了。哎，我也。安慧茹，好，大家都低头声。选选我，选世元界啊！没有，我看你选谁啊？因为我上面要选啊，就这边是比较难选的，我就选世元界这样子。但是对对，这样好难选哦。对，你们知道我是用跟年纪相仿来选哎。我那你要帮你重发洪都拉斯吗？哎，我选世元界。哦，聪明聪明。哎，我跟你讲。这种就是会挑，他很会玩游戏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如果按照潘慧茹的惯例，他都挑年轻男生。哇！君君，哎，你其实也没，就我们两个而已啊。你帮我选，因为我是太年轻。哦，剩我们两个啦。对，剩我们两个。哦，那边哦，对耶。我要选人虎哥。哎，我们很久没一组了。我跟你在一起都会被骗，我不要。他这个阶段怎么可能会骗你？他这个阶段是要先利用你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利用你赢了，他才会有线索嘛。好，现在大家都已经拿好装备了。对，手机都有带吗？有。等下出发前会传。好，一传就开始就出发。OK， 好。哎，那个趣味任务啊，随时会公布嘛。随时。那个道具带你们自己带着好不好？好。什么啦？自己搬道具啊？不可以！虽然是我看过最抠的，你做的不可以，对呀。哎，我说不可以，但我手伸出来。现在你们是连带队都懒得带，就对了。道具我们自己拿。我来。不是，因为我怕带队跑太慢，然后没跟到，影响很。哎，那我明明是你懒得跑。好，听哨音，预备。走。你们当做网测。快点。对啊。我们抢了时间。先这个。跑这么快干嘛呢？照片有。到处找啊。你也别急，我绝对也不要浪费体力。那里在前面啊？对，就是他。我看到了，我们看到了，有一棵树。对，在那里。对，第一的树。那里，对，第一的树。走。哎，我觉得好像就在那里。哦，糟糕，我知道了。我觉得他那边有很多。他的雕像是面太阳。是一个马。我们的后面有一个蓝色的墙，我们应该在那边呢，就在这边呢。这几个树的其中一个。小东西。对啊。直走。哇，好厉害哦！刀是看得到比较远的地方吗？看一下这一只，没错，这一只。是。这一只。这一只。趣味任务是
两人共咬计步器，累积50下，计算成功，才可以再找。计步器。两人共咬计步器，累积50下，计算成功。共咬哦。共咬。现在开始执行。共一人一边，咬在嘴巴。一人咬一口哈，来，一人咬一口，一人咬一口。啊，一人咬一端，咬哦。好，走中啊，让我中啊。就在5000的评价，好，谢谢了5000。镜头看一下，六，这个，五，我分了，放了，放了，一下而已。举上，21。啊，觉得要50就可以停一下哈，自己觉得要50。好，镜头看一下。什么、啊？六六，这表示有人。我跟你讲，它不可以一直很晃。好。对。有了，五一。来，给我看，阿周，阿周。干嘛？啊，快点，要咬好！啊，好晕哦！丢进去，丢进，在这附近。总部报告，总部报告。报告什么？丢掉了。男背女跳绳，累积20下，计算成功。男背女跳绳，太难吧？20下，计算成功。前面那个还可以继续找景点。先完成喽。有了，应该有了。51，我有吗？那我们要拍照吧。来，这里就是自拍镜在哪里？总部报告，总部报告，趣味任务：男背女跳绳，累计20下，计算成功，才可以继续找景点。这是什么？哎，这里。总部报告，对。这是哪一个？对，快点。男背女跳绳，累计20下，计算成功。男背女跳绳，跳绳，男背女跳，几下？好，跳绳，20下，你们要先甩骰子。啊，1跟4是归零。二。男背女吗？先跳两下。哎，哇塞，等一下。二。那我给按下了。来，下一个喽！来，继续下一个喽！不会，第二个任务了哈，男背女跳绳。男背女跳绳，用骰子丢几下就跳几下，累积20下就可以过关，摇到1跟4就归零。1、2、3，你告诉我。我可以。都好。来。一，一慢慢跳没关系。我这视野好可怜。没事。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好。来，请先闪。三跳3下。哎，继续来 ，OK。好，前一点，后面有障碍物，可以吗？好。2、3 ，OK。然后再闪，到20下为止。2、1、2 ，OK。现在5下。只要不过硬就好。2、1或是4的话，就直接归零。2、2下。等一下。开始。1、2 ，OK， 好，2下。为什么要闪20下？要累积20下。哈？好，跳，快。可是我不直接20下。对啊。5、1、2、3。啊！哇，手指怎么砍？为什么不直接20下？来，预备。好恐怖！3、4、5 ，OK。再接下来。哎，我甩吗？你甩啊！你甩，快点。来到一或四会归零。对啊。那1到4归零。1或4就归零。做好的趣味游戏，搞到最后变噩梦游戏啦！好，还剩最后5下了。这男生的游戏
一、二，好，十了，十了，只要不归零都好。哇塞！好了，又归零，我就不相信再归零。我已经归零三次了，第三次，我再甩一定还是四，你看。你看第四个四，算一次，你们赶快过好不好啦？你们快点。 你甩啦！你甩，快点！好嘞。对啊。那一到四归零。啊！再！啊！狂飙！结束几点？你们就一起跳。六，来，先跳上来，跳上。哇，好劲哦！嘿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 五，五啦，一、二，好，二、三、四、五，要过头，等下过头啊！一归零，你们刚刚不算，要过头，零再过头好不好？什么？甩过头，还是过头？五，五，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 好，三，一、二、三，八，八起来了，八八八，哇，累积二十，很硬哎。拜托，来个六，二，可以，一、二，好，十下，十了，只要不归零都好，你都。 哇塞！好，十二累计到十二了。整男生的游戏了。没事没事，小心，小心要滚到河里了。六六六六六！还是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两下就好了，时间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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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要撑着。我不累。 归零啦，重来，归零啦，重来。不要一就好，不要一就好。三四都会归零。啊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我过了。怎么会把他弄进来啊？我过了。我确认一下。应该没问题。稳稳的，稳稳。 任务，趣味任务，一人丢水瓶，一人拿托盘，水瓶盖过来，任务，任务，任务，回来的路上也要做。什么意思？回来的路上也要做。OK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下一个任务，现在请你们一个拿托盘，一个拿水瓶，水瓶这样丢过去。 然后立在上面就成功。水量自己调整哦。两下，两下哈，剩五下。看任务算。一、二、OK。好，还剩最后五下喽。啊！啊！ 没事没事，这个就你要。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哇塞，十，十，啊，一、二，啊，十，哇。 自己调节。九，三。嗯。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因为你要一定要是像桌子一样才有机会赢。我可以靠着吧。
走，小高，来，可以拍照。哦，我们要合照吗？自拍。好，传给总部吗？回去吧，回去吧。要回总部，要回总部。哎，要归零！哎，我们真的不用再跳了，我们已经归零在第四次，哎，第三次了。第三次。我们怎么可能会赢呢？好，好，我就不相信再归零。我们真的。哎，累积20个归零，我们如果5个4，是不是就算20个？好像是哦。这样才有意义嘛？我们丢5个4，20个0也是零啊。你要算我们丢5个4，那个也是很难的几率。你这样就算我们20。我们刚已经3个了，哎，3个嘛。3个4。3个4，好不好？下次这样。我再甩一定还是4，你看。你看第4个4了。这个是，所以再一个四，你再一个四，你给我算吗？谁可以连续丢4个4？四，也是归零，也是，也是5个4啊，也是。然后归零，所以你要再投三次。上一次你们赶快破好不好啦？你们快点！我们快了，我们在努力。快，我们去！我们一定又要给那个，我们又跑了，快点，我们又要抢了！给你对图，关键物品哈，这棵树过关。啊！那边有太阳，不要过去，游戏结束。我觉得这是整男生的游戏耶。对。对啊。你知道我们刚刚还有跳到18下了。然后归零。哇！是不是很想哭？哎，还好我们没有摔到。然后我在远远的地方，就听王若峰，孙燕姿，你赶快过关好不好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们根本都没有办法努力。对啊，但我们就丢1，然后再来丢4，连续哦，是连续哦，都没跳到。对，然后我们就归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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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直归零到最后。我们还刚才说我们可以集5个4，可不可以就算我们20下？可是仁甫哥这样你算轻松，因为你都没跳。对啊，对啊，没跳。我们是十几的时候一直归零，十几又归零。我们大概5次都是在13、14，啊12、13的时候归零。我看一下，我累积起来大概快60下。我的汗吗？你们怎么这么认真啊？而且我真的超认真，而且我已经是这里面女生最大只的，我们跳到18下归零。我跟你讲，这真的是命运安排，因为我们所有的骰子骰出来都是5、6、5、6、5、6。哇！而且只有一次最开始还没跳的时候归零。我第一个任务出来前我就拍好照了，然后但我们就回不来。你第一个任务前就拍到照，这么快？他们就说要马上那个。对啊，因为我们一开始所有人就往那里走嘛，然后我们的图刚好就在那边，然后我一转头就看到我们的那个雕像在那里，所以我们就拍照，拍完的时候任务出来，然后就回不来了。啊！来，那个获胜的可以吃。耶！啊，只有他们两个。哦，这是什么？整个便当啊！排骨崩呢？刚刚运动那么大量，我对这个没有兴趣。不是，可能因为我刚都没运动到，对，就是很反胃啊，很反胃。不是，因为还在喘。你们要想想世元界，他是早上没有吃到的人，刚刚又一直跳哎。我能让他站近一点啊。他会想到吗？用闻的，闻的，算福利是不是？对。在世元界你都没有跳到。想象一下，我跳超多的，你看我的汗呢。但我很好奇，你是酸民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努力？对啊，你就等最后一个解线索，看谁是不会想要吃便当。他要知道别人是谁。酸民，酸民。对，其实，在玩游戏那一刻，我们流汗喽。你流汗了，是闪烁。行，帮我擦一下汗。哎，语带玄机的花花，难道酸敏的身份也要曝光了吗？一位队员盲摸题目后画画，另外一位队员在这个看。挖镜吗？梦泽一戴上之后，花花跟君君说智商最少降了180。刚刚真的是没有机器，不然那个真的就是霸凌。
我就把一个道具带上去，然后就所有人在讲说，哎、欸，他看起来智商降好低哦，看起来好呆哦，好蠢的，你没不玩的啦，玩个游戏一直被霸凌。酸敏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努力？对啊，你就等最后一个剪，看谁是他知道别人，他知道别人，对啊，哦，酸敏比较小巧香敏啊，对，其实，在玩游戏那一刻，哦，是我想，哦，我们，哦，我们什么？流汗喽，哎，流汗，眼睛开始闪烁了，哎，好像你们是谁啊？你们什么？哎，然后像我们什么？我们什么？这样的反应哦，你们是谁？四元钱。啊啊啊！哎，你们吃完了没啊？啊，去问一下，问一下，问一下，问一下。你们边吃边问，边吃边问了。我告诉你，我的想法是这样：如果你也愿意诚实，我们就告诉我们彼此的身份。我们接下来会各问一个一男一女的线索，我们等同于又比别人多了一倍的哎的线索，对，合不合理？合理，很赚。但我跟你讲，我这个人诚信，镜头都安排了。我先试出我的善意。我是香民，我是香民。认真，认真，跟大家讲，我也是做生意，我是香。对啊，你如果是酸，你直接说没关系，我顶多不找你。我跟你说，如果是酸，我就跳下去。好，有录起来哈。我好，如果我是酸，我也跳回来。我们回来这里补录影片。啊，补录 OK。录影片如果骗人就补录。啊，如果就算没有补录到，我真的会找机会把你丢下去。刚过等一下。你现在整个怨恨积得很深。真的要回来补录？我会抓着他，我自己拿 GoPro 来。你整个怨恨很深。没有，因为我讨厌。那我要问，那我要问了。我先问好了。我想要知道群群的身份。香。一个男生。香，刚刚花花是非常放松的状况之下，他要吃饭，刚赢了，他爽了，他非常放松。结果那个袁介在旁边跟他讲一些从酸民的立场的话，结果他用酸民的立场回答他，对，他非常放松的时候，我刚刚就在钓他的鱼，对啊。那你钓出自己的酸民有什么好处吗？对啊，没有关系。但他也让我们知道，我们也不要找花花。好，谢谢你哦。哎，你对天发誓，你不是酸民。啊，你们都听到了。你对天发誓。为什么要对天发誓啊？花花，你不要来这招。你不是酸民，他不发誓，你在发抖哎。你手开始抖了，我紧张。我们刚刚去听的线索啊，等于是我们会知道一男一女。我只跟你们讲，我觉得有人出乎我原本想象的，就是不是我预设的那个样子。我也是。什么？男生也是。所以林莎就是酸民喽？哪一类？不是。哪一类酸民吗？啊？就只有酸跟香啊。林莎语塞了，但没有人说你，你干嘛要自己跳出来？你自己现在很心虚哦。不要跟我一起哦。哦。酸民加油！还是你们两个刚是互认？没有，我们不可能互认，我们互认也没有人相信啊。我只能说，我们刚才问的角色不是我们两个互相。哦哦，好好好，我是问你们这边的，对对。为什么花花有点质疑鞋子的眼神？对啊，对，你是不是觉得鞋子讲的跟你刚刚听到的不一样？太一样。没有啊，我想一下，我需要思考一下。酸民是直接回答，对，非常天真，真的。酸民才有心机。不是，我也很天真，我是酸民。但你是公开的酸民不一样啊，感觉今天班杰要火力全开了，因为他昨天一整个一头被闷着打，对，非常认真。哎，我觉得他们两个是酸民，然后刚刚相认的成分很高。OK， 那就这一关就这样。哎呦。赶快，怕我们聊太多。对，而且他们最多时间可以聊的，刚刚都很忙。如果赢的两个人互相相认，他们就一直一起就好了，都不要告诉别人。也可以啊，对啊。而且他们刚刚是第一个赢的，所以他们有好多时间可以互动。对，我们都没有时间。对啊，对啊，你们现在也可以互动啊，他们会跟班。他们来补录，可是所有人都在这啦，要怎么互动？你就拉开啊，你让他去旁边聊啊，你让他去旁边聊啊。我觉得后面先观察，先观察，因为我也很不相信我旁边这一个。不是说好今天是好搭档吗？
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爱玩色创意馆。爱玩色创意馆。对，这里是创馆以来得过多项的国爱认证。有无毒的彩绘笔，然后还有彩绘贴跟环保型高效能液态粉笔。对，就很适合带小朋友来玩。真的，我觉得这地方真的，一来就觉得充满了童趣，很缤纷，对不对？很缤纷，很 colorful。你看我们一来那么多颜色，对，哎，我们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了，对，都一样。虽然呢，很 colorful。但是我们还是要小心哦，我们身边的那一个人，搞不好就是你的敌人。为什么都望着这边来呢？你们真的，我是他。你们都真的想太多了，要相信我们两个。对啊，因为我们是知道我们俩以外目前知道最多资讯的。没有，我们可以相信你们。我们相信你们是知道最多资讯，但你讲出来的话。我们如果接下来想要赢，要想办法能够赶快能够了解状况，你就要赶快赢。对，因为你接下来我们在这关赢的人，我们可以进去确认他们两个。我可以分享我的资讯，对不对？可以。我可以分享我的资讯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啊，你要分享。我跟你讲，我就先，我不会讲你们是什么，但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刚才我问的是群群。哦。我问你的身份。所以如果你有机会，你也可以去查我的，这样我们是不是彼此就开诚布公？哎，那我也来这一招。我刚刚问的是季军的答案是什么？我有听到，我不能说，这样就破坏那个。我刚问的是人福哥，对。但是如果你想查证，你待会可以问我。对，我一定就问你们啊，我一定是问这些的。所以那世元界就是参与到最后一关就对了。对，我心陪着大家。世元界加油哦！不要，我们全部几个都知道身份了，你还不知道我们哦。至少我知道我的身份。好，我们今天来到这个馆要做什么呢？这一关一样分成五队，两两一组，一样是男生女生配。一位队员盲摸题目后画画，另外一位队员就是猜题。好 ，OK。然后率先答对的获胜，是采分组晋级制。这是我的强项。什么？画画吗？画画是你的强项？也要看题目了。不是不是，你没有你会画的只有一种。什么？什么？袋鼠。哎，没关系。假设万一真的是你的强项，猜的人要带着这个看你画什么。哈？画完之后要带这个看。是什么看？这要怎么看？还要用斗鸡眼看？上次那个爱心眼睛。对，这个就是洞，只有在集中在这两个对，所以你要看清楚正前方，你只能用斗鸡眼的方式。一样是女选男选女嘛？男生抽到男生选女生。好，然后第一队是种子队。哦，对，种子队就最开心的了。种子，种子，种子。哎，林彦君，你昨天就第一关就赢了，你现在又种子队。对啊。OK， 我们看到 A 组这里，许梦哲是负责猜的，林莎来画。许梦哲戴上这个眼镜也是别有风味。许梦哲一戴上之后，花花跟君君说，他一戴上去以后。智商最少降了180，没有，是你说他整张脸最迷人就这里，要遮住就。刚刚真的是没有机器录，不然那个真的就是霸凌，你知道吗？我不过就把一个道具带上去，然后就所有人一直在讲说，哎，他看起来智商降好低哦，他看起来智商降好低，看起来好强哦。B 组是潘慧如猜，然后呢，班杰来画画哈。那个物品会有提示。耶，有个恐怖枪哎。Oh my god！ 提示是水果，预备，开始。不能用眼睛看哦。摸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还有这样子的。哇哦！哇！对，虽然画的人知道提示是水果，但听猜的人是完全不知道。啊，其实这个水果哈，老实说，你要把它画立体真难，真的会猜到别的地方去。你要把它画立体很难。觉得林莎画得很好，班姐蛮好的。哇！哇，班姐这个是什么？耳机不用拿下。耳机不用拿下，但班姐要出去。我要出去。对。杨桃。哇！强！强！你怎么没有猜别的？很厉害。你怎么猜的？我会
猜到海星哦。对啊，我讲到海星。不是，因为你是杨桃立这个立面。因为我个人一个怪也不能讲怪癖，就是我个人非常爱吃杨桃哦，所以我一走过来，然后我就看这个形状，这个形状，然后里面因为杨桃里面就是有点，是，对。那你海星的话，因为海星很多种，海星的点会比较多啊。其实杨桃很明显，那另外那一边就有点，对，这个画蛇添足了，有一个太阳，然后加这个人往那边跑哈，这个有一个速度，所以这一组很明显的。就是由许孟哲先胜出，耶！好，下一组就位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的第二件物品就要出现了，请上。哎呦，等一下，是什么？真的要摸吗？哎呀，动物，动物，小心啊！动物，哎呀，这么大胆啊！群正不怕哎，他们两个在抢哎，哎，不能边摸边画。摸着就不能画，手出来才能画。哦，哇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哇！一句话的歌，完蛋了！啊！老鼠啊，公鸡啊，哦，写字好厉害哦，真的蛮像的，是老鼠啊，这句很可爱，这句话好像蝌蚪，老鼠，老鼠，老鼠为什么这个？你猜对啦，可是我刚刚猜是鸡，可是有尾，我是关键在尾巴哎，鼻也很粗啦，我觉得是尾巴哎，他画了好，这里下半身很厉害，哎，他真的是比较像滑鼠，哎，好可爱。但它这个比较像 Q 版那种卡通的老鼠，可能在它脑袋里的老鼠是长的。那如果猜，我会猜蝌蚪哎，真的好像蝌蚪。我刚也是觉得像蝌蚪啊，那有看到胡须啦。对啊，好，所以现在绝对不用动，黄队可以上去，好厉害哦，直接上去哦，对，要对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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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决。哎，你们种子球队真的很开心哎，很开心，看戏的感觉。对啊，你们就我们这边再胜出。还要再跟你们比一题耶，我们只要比一题就好了。感觉好疲倦哦。许孟哲，你可以看得到我们吗？我看，你不要再往前，你可以往前撞到那个杠子喽。我但我没看到杠子啊。你不要再在那个讲这种话。然后嘴巴还开开，然后你的头不要这样。对啊，你讲好呆哦，超蠢的。林北不是不玩了啦，玩个游戏一直被霸凌。所有人要进行，狼来了。兔子逃大猎杀，然后累积三分的可以前往总部挑选你要的配对。然而越到最后，弃底或求认同的手段就越多。你确定你是香？我是香啊。如果这出戏演到最后你是酸民，嗨，节目就很精彩哦。因为我想到你要赶快跟你讲，因为我怕你选我。我觉得是花花跟酸民啊。对。林莎是不是也是酸民？所以你们两个躲在一起。许孟哲，你可以看得到我们吗？你不要再往前，你可以往前撞到那个杠子喽。但我没看到杠子啊。你不要再在那个讲这种话。然后嘴巴还开开，然后你的头不要这样。对啊，你讲好呆哦，超蠢的。林北不是不玩了啦，玩个游戏一直被霸凌。我现在站在这边，我很清楚知道什么叫做降一百八。好，来，接下来就是第三题喽。有提示吗？不提示。不提示哦。什么？什么东西？画得很像的妆，一定要画得很像。写字哥真的很会画。哦，鞋子真的会画，真的会耶，真的会耶，很厉害耶。这个要看他想象力，是不是画太多了？对，那个画太多了，那个画太多。海边、太阳、日光浴吧。海边皱着眉头，真的好。太阳浴、眼刮镜、眼镜，超强。哇，鞋子哥你真的好会画哦。哦，对对，鞋子好会画。你那个神还原呢？因为他刚刚在那太阳、星星、星星，对。
一直在讲上面，对，因为我不小心，我不小心画太靠近他，他跟猜星星、太阳什么的。然后，但我觉得我跟林莎的差别是，林莎有把它戴在脸上啊。然后戴在脸上，我就想说他是谁呀？我就是想成是一个人物或者一个情境，多余了，多余了。对，恭喜橘队，你们还要再拼一组。这就是你们。好，现在呢是这个算总冠军战了。现在赢的这一队就可以再问两个资讯，所以蓝队你们一定要加油，一定要，不然这整天的游戏就会让橘队那两个酸民一直带风向。对啊，所有人的希望就在你们蓝队。我们不一定是酸民啊，一定有一个是。没有没有，在我们这定。我们刚刚呢，开录前我们自己这里有讨论过，对，再怎么样也不会是两个乡民，对，因为你们两个看起来就是有一个酸民，一定有一口酸味。而且我们都讨论过，如果我们谁赢了，想要问谁，你们两个都在名单内。好，很好，对，很好。现在冠军题的题目已经上来了，一样没有提示哦。哦，什么？哦，很明显。这是什么啊？这是什么？为什么你？为什么他可以开始画？是什么？我觉得这有难度哦，这画起来有难度，这真的有难度。哎，我已经说好了。我不能画符号，对不对？要画符号哦。我这样算符号吗？是符号。哇，拼拼看了，拼拼看，这个难了，这个难了，拼拼看。风琴、口琴，哇，好厉害哦，他太强了，他都还没看呢。风琴、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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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琴。其实你也画得不错，老实说。你让他们两个赢了啦，完了啦，风向全端，所有资讯都在他们身上。不会这样啊，资讯都在他们身上。哇，这个接下来难玩了。那两位吃东西吧，又吃东西了，原来是一大份的耶！哦，锅烧面啊，太好了，锅烧面不错哎，太过分了啦！没有，可以吃哎，好香哦！不行，柚子茶，还有那个饮料，对啊，柚子茶，柚子茶，那这个味道是怎么样？酸酸的吗？好吃哎，辣味，辣味是泡菜口味的。有点像泡菜锅的，所以酸酸的嘛，所以酸酸的嘛，是的，泡菜锅。哎，这个是给我们的提示，酸酸的，没有酸酸的。我觉得他们一直在释放讯息，要酸民去跟他相认。哎，谁要跟他？对，配上柚子茶，也是酸酸的，是吗？然后今天他们讲话一直都酸酸的。哦。好好吃哦！对，很回答我们的话题耶。对啊，该讲都讲。因为我该讲真的都已经讲了啊。哦，好了好了好了。来，秘密身份。他先问。好，那就再讨论东西吧。它是酸的。哇。已经知道我们男生所有的状况，对你讲的话也是真的，你也对我讲的也是真的，你已经验证了嘛？对，我不可能，我怎么会选择跳的这种跳舞这种事呢？危险的。所以我觉得没有关系，我已经有一个明确的目标，我现在只要再确认你就好，因为你还是零对我来讲。你这样浪费机会耶！你这样浪费一次机会，你确定吗？真的？没有，还是问他好。你不要浪费机会。好好好。不要。花是香，没关系，至少确认，至少确认。对，等一下，他问了四个出来，所以两个连的，两个女的，所以严格上来说，他只要再一 round， 他就可以知道全部的酸民，对，说不定在 round 都知道。所以我们下，如果他们两个都是乡民的话，我们在他们赢一 round， 他们可以很明显的指认出谁是酸民。对。所以我们如果是乡民的人，待会都会尽量让他赢，酸民就会怕他赢。
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啊？对啊，我们要买的是酸民啊。我们不能，也不能就让他们赢，因为如果他们是酸民的话，你要相信他们。对，糟糕。而且他们搞不好一酸一香。我觉得是。对对对对，我也觉得。那个酸民去旁边一点。那你觉得你的同党会是谁？对啊，还没人来认。我觉得一定两定，一定有我的伙伴，只是是不是两个都是我？你为什么觉得一定有？因为我觉得那个氛围有点熟悉，就是有同伙的感觉，有同伴的味道。对对对，那这里面有你的伙伴吗？你感觉？我觉得有，一定有啊，一定有啊，一定有啊。你直觉是什么？我直觉吗？女生哦，你要进去问的话，我觉得班杰有可能，女生。对，要加女生嘛？他吓一跳，我两个没有，所以男生他进来超前的，所以吓一跳哎，两个酸在这里，我觉得不可能，我觉得一我吗？酸民，你怎么会猜我？我觉得我们有一种很接近的感觉，不知道磁场，我觉得是，然后磁场相同的频率相同，我觉得你怪怪的，刚刚都没讲话，没有否认哎。刚刚他说你是了，你从刚刚到现在都没否认。哎，我反了，你上一轮问的是我。我上一轮问的是君君，那这一轮呢？这一轮我很直接的确认了一下他的身份。哦哦，我刚刚选了一个，就中了，所以我已经知道谁是你的同伙。谁是好人？男生的部分了解，我都知道了。哎，对，我必须要讲，他已经完整知道男，因为有一个是元界的关系，对，另外一个，所以其实花花已经完全知道男生的状况，包括我讲的是不是真的，就是我告诉他的身份。但是如果他是酸民的话，对，等于他也认了两个他的同伙，对对，哇塞！哎，等一下哦，他刚刚讲说第二个是中了嘛，可是他第一个是没中的，所以他第一个。但是经过我们，这样讨论完了之后，鞋子已经验了花花的身份了，但是他并没有指认花花是危险人物，那就代表他有可能是好的哦。因为他知道他是酸民，他两个酸民啊。那如果说下一个游戏，比如说牌子抽到花花，那花花就不要挑他，他们也可以交易，也可以交易。对，我们心机真的没有你们想。对啊，没有。好恐怖哦！你们把我们想的太恐怖了。只剩一关了，只剩一关可以。然后我觉得就是你们两个其中一个是酸民，谁？啊，对呀。你们两个，我也有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是他，不像酸民，因为刚刚他有。对，他是乡民，我也确认。你是铁好人。你们不能这样说，我是铁好人。这样待会酸民就会铁抓我哎。对，就是要抓你。我是酸民，我是酸的。哦，好啊，哦，头好痛，好恐怖哦。好了，那我可以再来确认啊。大家心机好重，好累。Go。然后就最后一个，对，会想要跟谁讲对？我觉得我最想跟仁甫哥，我会想跟王仁甫哎。我觉得一定是仁甫哥是铁好人。其实我真的觉得非常明显，仁甫哥就是乡民，因为那个豆花刚刚就说他第一 round 是查他。是他到了第二 round 才说，他完全的知道男生谁是酸民，谁是香民，所以表示说第一 round 的人物他是没有查出来的，所以我应该是会想要跟他配对。孙协志不是有讲说，他们问的人都不是他们心里想的那个人，对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应该不是王仁甫。王仁甫应该不是酸民，因为我刚刚第一关的时候跟他一组，然后他就有跟我。在最后的时候跟我自白说他是乡民，所以我觉得他今天没有骗我。然后再加上我刚刚，因为我们男生已经知道男生有一个四哥是酸民嘛，然后加上刚刚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呢，讲到班杰的时候，班杰的脸整个变了，所以我觉得班杰很有可能是酸民。我自己觉得男生的两个酸民是世元界跟孟哲哥这两个，或者是班杰也很有可能是酸民，因为刚刚讲到酸民的时候，他脸整个突然炸红，感觉他有可能是酸民。但我觉得今天跟孟哲哥相处下来，也觉得他好像有点酸民的成分在，所以我觉得鞋子哥跟仁甫哥两个一定是铁好人、铁乡民。所以我等一下玩游戏的时候，我希望可以跟他们两个一起。
们来到了这个地方呢，就是琉璃仙。哇，那来到了哇！热情一点，热情一点。我们来到的就是琉璃仙境啦。琉璃仙境这里呢，其实就是一个拍摄婚纱为建筑主题的一个休闲农场。那其实这里呢，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教堂餐厅啊，又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像拍摄婚纱的建筑。那其实我觉得有趣的是，因为这边其实不定时会办一些婚礼的体验。对对对，婚礼体验，就是男女朋友来这边体验结婚的氛围啦。拍个照一下。而且我刚刚在旁边还有看到这边，其实它真的是农场，它还有梅花鹿。对，还有梅花鹿在那。然后这个有一个隧道哈，它也是有一个灯的装饰，到晚上应该也会是很漂亮。而且它连厕所都做成风车的形状，对啊，超可爱。鬼出国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来到这非常漂亮的地方。这个关卡想必很重要。对，所有人要进行狼来了，兔子逃，大猎杀。不是羊，狼都吃了。赛前大家会先抽当狼的顺序，每一回合各有一位男狼跟女狼要进行猎捕，那其他人就是兔子。野狼捕获兔子，每次可以得一分。他被抓到之后，兔子就要原地暂停，等到回合结束。好，然后累积三分的可以前往总部。挑选你要的配对，赢的人可以选。嗯，怎样才算捕捉到？好，要碰到才可以。那我们就是要躲起来吗？跑给他追？你可以躲，但是被发现叫到名字的时候，要学兔子跳走。好，就比如说追羊，羊。比如说我看到王仁甫，那你就只能跳。其实基本上就是稳死的啦，因为兔子跳也跳的速度绝对不可能快，跳没几下就累。香米跟香米配对，就两位香米获胜了，就早上说。看谁获胜的多嘛。但目前他们都没有获胜。反正就是获胜了，获胜的评分奖。所以，其实以现在来讲，大家的是差不多的，因为大家都没资讯啊。你们现在没有任何讯息，你们待会也很难处理。就算我们拿了三分，也不知道选谁。只有你知道两个男生酸名是谁。对对，要直接报他们吗？我觉得主要是鞋子哥要讲女生的，因为女生很难猜哦。对，那五个我们真的都还不知道啊，一个都不知道，我们一个消息都没有。我先讲两个女生好了。好。这样子看你们有没有一些连结点，圈圈跟花花都是我想要配对的人，是我的伙伴。没有，但他还是两个身份都有可能，他有可能。对啊，他两个身份都有可能。香民配，他想跟香民配对。对，他一直酸民，他想跟香民配。他的意思说他们是香民也有可能跟香民，酸民也有可能想跟香民。因为酸民跟香民配。但至少鞋子的释放出来讯息是，这两个人是同一个身份的。对他们两个一定是乡民，对，因为对，所以他们两个一定是乡。这真的好难哦。他是酸民，他是酸民，也有可能是乡民。对，他有可能是酸民在保护他或什么。对啊，对，是我相信他就是讲反话了。鞋子哥有讲嘛？那我刚刚查的是群群，哎，不是查的是仁甫哥跟孟哲哥。你们两个一定有一个酸哎，一个是，对，就是。没有啊，就他就是酸啊，还有什么？为什么我就是酸？我智商又低又酸，你今天是怎样？不宜，因为从昨天就一直炮火猛烈。可是你要先说他是乡民啊，没有，但是也要他没有说他对对是乡民，我就查到一个，他没有说他是乡民，没有说他说结果是跟他想的是相反，对，相反，跟他预期的不一样，但他没有说他，然后你们都说因为他预期我都会是坏的，对，所以我才觉得我是乡民，你这个 always 感对大家感觉就是都抽坏签的那个命啊。我觉得最可以让现场女生露出原形，就让他们直接讲，我来问他们到底是酸民还是香民，好不好？这样就可以看得出来。我觉得我们在场女生都不会说谎，所以假的什么，很快就会透露。哎，那你们女生站一堆好不好？站一排，站一排。对啊，女生一排，我们让男生观察一下。男生因为女生现在资讯太少了，对对，看就看。你为什么脸久掉？我在想说我要讲酸民还是香民，这样子会比较保护。请问你好，一号花花，一号，请问你的身份是什么？我是香民。哎，不，我是酸。哎，为什么要这样质疑呢？为什么？不是，你是什么？讲什么？他说他是香民，他是香民，他是香民。你是香民，我是香民。魏如就已经演戏演到老屁股，对啊，完全是发自内心讲的。我是香民，奇怪，为什么我觉得他讲说我是香民，我后面就出现他获胜的样子。耶！我演的太好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
我就浮出来就跳起来了，内心超级雀跃，然后就很爽的笑我们几个很笨，对，然后现在在刻意隐瞒，就一切都以冷静，没有表淡定哦，对啊，我还是相信他。再来林，好，再来林莎，林莎，请问你的身份是？你问我的话，我一定是酸民。你问我，你有这样子的方式讲？我觉得你妈都好笨，重来一次，没有重来了，没有重来了。等一下，好难哦。他问的话，你一定是酸民，因为他不想要跟他配对啊，所以他已经跟他讲说他自己是酸民，让他不会去选他。但他也有可能是酸民啊，但他也有可能是乡民说反话啊。这个就自己判断。不是，最厉害的是林莎哎。啊什么？我是乡民。对观众说的话，我是乡民。哎呀，轻轻的，也没有什么线索。轻轻的，我是知道了啦，所以他刚刚说真，对啊，我有问他，我问他，还有问豆花的。目前只剩下这三人身份未明，而他们也将左右着最后的配对胜负。究竟乡民与酸民接下来将采取什么策略赢得比赛呢？广告过后马上回来。你又判全我，你不选燕君你就过关了。林莎是不是也是酸民？所以你们两个躲在一起。迈向幸福的微笑，每一秒。男生说，所以是抽下牌哦。一男一女当狼。女生抽这一排。对。那女生抽那牌。现在可以开始躲了。对啊，现在开始躲了。番茄已经去躲了。番茄已经躲了。缺了。怎么这样啊？好，哇塞，缺了。然后那个室内不可以进去，这个是半露天的，可以。半露天。好，室内开躲了，开躲了。我应该要躲在一个好抓的地方吧。好抓的地方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两个感觉都是，感觉都是乡民。我也觉得。所以我应该。啊，你在想？我刚本来想说，还是我们要躲在一个近一点。你应该是酸民吧？我不是啊，你是什么？我是乡民。你是乡民？是女生之间知道我发誓啊？我为什么要发誓啊？我不要乱发誓。女生之间知道也没，女生知道又没。不要乱发誓。不要，对，不要乱发誓啊。所以你是骗人的？不是，是我不喜欢这件事。哦。这后面一定会被找啊。他们一定会找后面的啊，所以这边一定会被看到。其实我也不用怕被抓，我被抓又没有人敢跟我同队，我站在这里就好了。你会送分啊？对，我送分，不要让他得分了。右边没有。右边没有。左边。我唯一感觉到，君君应该是乡民，所以他应该现在头脑也不知道到底自己想要选谁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想要再让他当。狼的时候让他抓我，我只能相信花花跟我一样是乡民，所以你是乡民，对，他跟我是乡民，所以他的两个男生里一定有一个乡，一个是酸，你是乡民，我有讲错，我刚刚一直都是讲是乡民啊，你是乡民，这个真的是因为你也很会演。所以，我告诉你，如果啦，我 if 你现在告诉我的是真的，那我脑袋就已经有两个女酸民的人选了，就已经确定了。你如果一直认定我是香，你又是香，你一定会极力的。如果待会三分，你一定就是会极力的把我挑走啊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确定你是香？我是香啊。这么巧，我们刚好抽在同一组。乡民比例很高哎，三分之二，五分之三呢？对啊，我刚刚其实已经讲得够明显，我也不怕跟你分享了，即便你是酸的我也无所谓。我刚刚说，仁甫跟君君是我想要搭档，这样你就很清楚知道孟哲是什么身份啊。还有谁？因为一个就世元界啊，对啊。我跟你讲，如果这出戏演到最后你是酸民，嘿，节目就很精彩哦。你确定几次来？你们有觉得我这么聪明吗？好像也没看过你特别骗过谁。对啊，都是被骗的。永远都是相信别人，然后我选择信任鞋子，所以我打游击战。我只要看到鞋子，我就往鞋子跑。所以我不要先躲，
好 ，OK。哎，我要去那个帐篷里，可以吗？我在一个这么明显的地方写，应该写字哥会找很快吧？希望写字哥没有骗我。刚刚他有偷偷跑来跟我讲说，叫我要相信他。你确定躲车？啊？躲车 OK。躲车可以。我就赌一把，赌他没有骗我。我穿这么红，这颜色还不好抓吗？我需要躲藏吗？但是鞋子哥到底是酸还是香啊？我其实只要他不选我，我应该就会赢了吧？因为班杰绝对是香米。上算有诚意了吧？红色配粉红色，赶快来抓我吧！范慧如果出现的话，我就现身。如果是鞋子哥，我当然就去躲起来了。但他看到你就被抓吗？对，因为我觉得他是香米，所以我给他送分，希望他会抓我。因为其实我是香米，香米配香米就赢了。最好是啦。你小心木板哦，你小心哦，你真的要躲这里啊？帮我避掉你。好，不要让人家送分，虽然我是酸民，我也不想让人家送分。那你自己躲好了吗？好 ，OK。剩我一个，怎么办？吓屁吓，看了我吓什么东西？狼来了，兔子跑，大猎杀，加油啦！第一回合三分钟计时开始。其实三分钟其实很短，超级无敌短，超级无敌短。抓到你了吗？没有，我不知道。蹲下哦，暂停了，蹲下。好，我蹲下，我被抓到，我被抓到了。裤子套拿下来，暂停。我现在真的是有点难玩。听鞋子的之后呢，花花君君是铁好，不管怎样，林彦君是认定我是酸民。可是认定我是酸民的话，有可能酸民跳出来认定酸民吗？但我心里的底，我怎么有一点觉得林莎是酸民？因为前面你们大家在聊的时候，只认他突然有停顿了一下。我要赶快得三分才行。林彦君，抓！君君，抓！很恐怖。你会这么？嗨！抓！你怎么会想到找这里呀？因为我就说会有被东西盖住。好，拜拜。现在最不能选的是孟哲哥跟世元介跟班杰，他们三个一定有两个，一定有两个是酸民，所以我等下锁定仁甫哥跟鞋子哥。太难了，没有自查。我回来了。我刚刚给你抓，结果我先被那个。没事。慧如。没事没事，碰到而已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对啊，我在这里，对。哎，三个了。哦，有配对的权利了，你要选择。我觉得我刚试出了善意，很好。我要配的是君君，
因为这是我非常确定的。君君被孙协志选了，配对了，请回总部。君君是乡民，不一定啊，说不定他是酸民啊。你不用回去，你在那边等。他知道你的身份啊，他知道啊，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啊。你一定是乡民，他才抓你啊。可是他如果是酸民，他也要抓我啊。对啊。拜拜。所以你一定是乡民啊。到底是什么？哎，请问一下，你们刚刚有看到戴着兔子耳朵的人吗？我会找人。啊！不要啦，我想要抓住这个机会。那慧茹还在抓人吗？哦，那我找他呗。对啊，我有计划啊。慧茹，你在哪里？啊！慧茹，我在这里。快！我在这里。来，抓！哎，抓到！我第二 round 我要救谁？哎呀！如果君君跟花花是乡民，那剩下的三个人必出两个酸民。我唯一的线索，我只能先救香啦。我待会就抓人。第二 round， 我如果抓到三个人的话，我就救花花，我就找花花。哇，他如果没配到就没哎，可惜。回来了。刚好拆线，压线。你要选择谁配对？我要选孙协志。啊？不行，他已经选了，他配对了，你不能选他了。他已经成功了。你要选第二个，你有把握的。好难啊！不难吧？为什么？除非你刚骗我，不然不难啊。除非你刚骗我身份，不然一定不难，你一定很好选的。王仁甫跟许梦哲两个选一个，哎。还有一个男生，还有班杰啊。对啊，可是班杰会不会被遗漏掉？遗漏掉？啊，不会，对，那我选班杰。班杰被潘慧茹配对了，请回总部。班杰被潘慧茹配对了，请回总部。Yes， I'm so smart。你就在旁边而已。因为但是他刚跑出来，让我送分，我要避开他，送分给他。三分钟开始。因为我找到你要赶快跟你讲，因为我怕你选我。那我跟你讲，我感觉女生酸民两个，我以为是那个燕君跟潘慧茹讲。潘慧茹，我觉得是花花跟我酸民吗？对，花花跟我不要选到这两个就可以。好。那你是第几位？第三，跟你一起。你现在就选燕君。我是。因为你只剩下三个。对，那男生我就随便抓。对。女生的话我就选。你只要有抓到就好。我就选燕君。对，你以前选燕君你就过关了。Hello， 你好。有没有看到像穿这样的？有吗？你是工作人员。我觉得挑，林彦君呢，然后潘慧茹，他一直处于一个不知道状况。有可能就是因为他是酸民，所以他不知道要怎么玩。因为好人的逻辑很直接，就可能林莎跟潘慧茹是酸民。我可以躲在里面吗？我可以躲在里面吧？我躲躲看，我躲过行李箱应该可以。我太高估我自己了啊！我靠，躲行李箱，认真，那行李箱是……啊，有东西，怎么办啊？哎呀，好难啊！
倪彦君，花花啊，花花啊，抓。抓两个，哇！一次两个。相较铁乡民仁甫才拿到一分，身份未明的彦君已经得到两分了。究竟仁甫能不能拦下有可能是酸敏的彦君，早一步得到配对权，把铁乡民花花先配对走，双双获胜嘞！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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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个，哇！一次两个。还有剩下谁啊？还有谁？剩一个人啊，剩许梦哲啊，剩许梦哲。那我们这一组就不会配对喽，那我们就不可能过啦。来，你过来。你只有一个人吧？你是谁？你是谁？这是谁？这是谁？这是谁啊？这不是啊！3、2、1，第三回合，男郎四人界，女郎林莎，计时3分钟。那这样第二个等于就是一直在跑都没有办法执行任务啊。对，我等第四弄给花花抓喽。看一下怎么认识。真的要躲里面吗？该换的新的，没有垃圾的。太拼了！太拼了！好拼啊！工作人员，这边也算吗？那边也有吗？那边有吗？有，他不认得你是谁，不要看他，你不要看他，你就快跑，你快跑啦！不要看他，他不知道你是谁。快跑，你快跑，他不知道你是谁，他叫不出你的名字，小心，小心，他叫不出你名字，这是谁？他叫不出来，你快跑！你被抓了吗？对啊，淘汰了。你是谁？快跑，快跑！工作人员啊！想说这是谁？耶！拖延成功，拖延成功！你是酸民。哦，所以林莎也是酸民，你们两个酸的躺在一起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我在想他们两个为什么要在一起，所以林莎是酸的。行，那我待会还要再找三个才能够。越后面越难抓哎！抓，花花，哎，彦君，哎呦，啊！在里面有稍微明显一点。
会吧？这里面有东西吗？哎呀，孟哲，你不要抓我，不要抓我！没有，我分数而已，我心里面已经有人选人选了。你确定哦？确定，等我哦。嘘，不再讲了。时间还剩30秒，我可以抓你。现在走一分而已哦。我现在抓你，因为我还要他其他分数，我抓你。然后，那我拜托你，你有别人的，对不对？那你不要跟我抢。好，我们俩不干涉，不干涉，不干涉，抓他，抓他。你没三分吗？还没，还有一个，还有孟哲。哇，被抓了！没人，太好了。太棒了，他们一定躲得很好。啊，糟糕！花花，好，一酸一酸一香。这样很难哎，所以你要怎么办？徐孟哲酸的嘛。徐孟哲是酸，他如果要是酸，他不想拼命要抓人。对啊，他一定要拼命拿分的，他才能抓。对对对，因为我觉得他脑袋已经有底了，可能四个乡民已经过了，已经配成功。而且他一定要抓花花。对，我们现在只要花花，万一花花再过，他只要再配王仁甫，比赛就结束，完全结束。没有，坐下。不能出声音，你的酸民，你的酸民被我爆出来。林莎是不是也是酸民？所以你们两个躲在一起，你跟林莎。接下来我们就赌，到底是孟哲先找到我们，还是花？这里是一只一次两只兔子吗？他要跟我求婚啊！我们两个都要打了，不是要打扰我们了。不是，等一下，我这严重，一次两分哦。你赶紧找别人。不好意思、哦，不好意思，抓这样两分哦，只差一分。不是你为什么跪在这里啊？两分了，你们慢聊慢聊。我只能说，凶多吉少啊。怎么？我才刚讲说，看是花先找到，还是许梦哲先找到，结果就是梦哲先找到了。可以，躺在这里。嗯。够小只。哎，很难哎。Hello, QD， 你为什么躺在这里？抓！好，这样你也抓得到。你应该要躺一个浅色的。好。好。哎，狼来了，快跑！我要选配对，就是呢，我要先赶快把上帝视角选掉，我要选花花。许孟哲选择花花配对。第五回合输了啦，男狼没有第五回合啦，女狼林陆军第十三分钟，对啊，可是我要再找三个，我抓不到三个人啦，我跟林彦军都在抓人，剩下两个人，我怎么抓到三个人？有是用累积的吗？累积啊，哦是哦，哦，那帽子先换一下，你不跑啊？我不跑了啦，前辈，好了，我也躲在这里了，谢谢，不要跟大家躲在这里，两个抓，哎，抓时间线。怎么办呢？我被选走了。对啊，没了，没人了。那个林莎可以抓啊。哦，还有林莎哦。对啊。你是什么啦？我是乡民啊。你是乡民，那你就不用跟我抢啊。你是乡民，你不用跟我抢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两个要一起合作啊。抓！
你是好的吗？我是好的，不知道啊。那你要选我是好的哦。我是好的。那你要选我是好的哦。我是好的。你是坏的，他跟思源借在一起。我是好的。他从头到尾跟思源借在一起。没有跟他在一起。他跟思源借相认要。不是。你们两个在一起。跟思源借还是个小庄。你讲哪一个？哪一个？你要跟哪一个都没。我是好的，真的。真的，我真的。你好的，你怎么会跑去找思源借？你跟我讲，你跟我跟思源借去躲在后面。因为我要骗他。合理理由。我要骗他说我是双明。 我骗他说我是双明，然后让他不要选我。什么意思？那你要不要让我抓他？如果这样子，我确定我是好的，我抓他完了之后，我选你。我已经抓到，那我直接选你不就好了吗？没有，真的。你没有喊抓，他没有喊抓，从头到尾他都没喊抓。我有。只要他没有。我可以跟你抓，我可以跟你发誓，我真的是好人。你真的？我真的，我真的，我真的是好人。仁甫跟你，你真的相信我？ 你是抓回来了吧？没有，各位，我已经抓到三个了，所以这两个人，我选一个。我要选择的，如果是酸民，我就会被杀掉。他一直跟世元界躲在一起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他是你的偶像。不是因为我要骗他说我是酸民，然后让他不要选我，我要够取他的信任。仁甫，他就不会选我了。刚刚你都不信任我的时候，是谁选了你？ 你说，我刚刚我就是一直觉得你是跟我同样的，我刚刚直接跑出来让你抓，我就是要。那你为什么刚刚要跟我争抓他呢？因为我们是朋友，我们谁抓都一样啊。因为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啊，因为你没有跟我说你是相。他已经有试出了我们一个我跟孟哲一好一坏了，所以他是坏吗？那我就是好啊，因为我们听不到他们，但没有笃定啊。 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也是，对啊，我是想要被你抓，因为我好像知道我是好人，没有啊，我好难哦，真的女生，这两个真的都好会演，我真的好难抉择，而且你们前面这么努力，而且其实是我们两个都，不可能，帽子，不可能，这边我只有确定两个好的了，如果照这样，这边有两个好的，我觉得这边两个好的，你是不是酸民？你是酸民，他是一直没被确认的啦，没有我，他是一直没被确认，我刚躲的时候分析我也觉得你看起来就是有点模棱两可，就是有可能，哎，等一下，如果他是酸的，这里就两个一酸。 可是如果他是好的，这两个都是酸的，你就必死无疑啊！在我的角度里面啊，你酸的几率比较高，因为你看到了他，你跑出来，然后你又跟世元界躲在一起，然后在刚刚结束了以后，世元界又跑过来跟我说，等一下，我没有跑过去。不是，他在那边的时候，我说下一 round 我跟林莎，他说我那你一定要赢哦，就代表如果没有赢的话，林莎就会赢了，所以。 他不小心泄露出来了你的身份。等一下，我是有原因的，因为我走到一半被污水撞，我把那条后面去，你跟我说，为什么他要？是我骗你的。啊？是骗你的。我不知道啊，我只是骗他的。你们根本八点档，你们几个？好复杂。我跟你讲，其实玩来玩去最可怕的都是女生。我想要这样做，原因是他会帮我宣传出去。 我不会骗人嘛，你怎么可以？我不相信林莎，我选择再一次相信燕君，所以，我选你。好，所以五组都配对完了，五组配对完毕。好，那现在照那个配对组合顺序，我们这一组哈，一、二、三。 Yes， 两个了，两个，好要相信呐，好紧张哦，看有没有算到，到底有没有算到哦？一、二、三，究竟关键的潘慧茹身份到底是啥？而她的身份也将影响最后燕君跟林莎组的胜负，身份未明的三组将谁胜谁负？ 两个了，两个话要相信呐，真的是虾米，好紧张哦，看有没有算到，我到底有没有算到哦？一、二、三，太可怕了吧！说你好了。
香明啊，这怎么能相信这个女人？而且他从头到尾都在装说，啊，我现在搞不清楚状况，怎么这么难啊？这游戏好难哦。但我后来有分析说，他会搞不清楚状况，会不会是因为他其实酸民，然后他一直在想要怎么玩？哎呀，我不知道了。因为香明的思绪很直接，酸民的你要转来转去，你要一直看状况要调整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就是酸民。胜，因为他选了一个香槟。番茄，你从头到尾是给他玩弄哎，因为你只信任他，你还给他抓，然后你他又找你，我是完全香，我是赌他，你是完全给他玩弄。我吗？你赌错了你。对，我跟第三分也是番茄给的，番茄出来给他抓，我看到啊。我跟你讲，我的逻辑真的是许梦哲，因为我抽到酸民，我就想说他戏啊，我又不会，我最不会玩这种。你最好是，那你现在是怎么样？我告诉你哦。他还不会演，他跟我单独两个人在这边准备要出发，他在那边跟我演的跟什么一样，他就是香明。哎，你现在做一下这样子，耶，我是酸明这样子。对，奇怪，为什么我觉得他讲说我是香明，我后面就出现他获胜一样，耶，我演的太好了。如果这出戏演到最后你是酸明，节目就很精彩哦。耶，我演的好好哦。好，第三组。第三组花花就潘慧如获胜了。对，第三组的话，对啊，因为刚刚有讲了花花跟君君是那种是同身份的，然后刚刚我很快抓到三分，然后我的身份呢，我当然要赶快把上帝视角选掉，我当然要赶快把上帝视角选掉，因为他一回来就说我一定是先选上帝视角，对，太糗了啦，每一个游戏让我们失去朋友哎，真的很过分。因为我们是唯一一起住在这后面的三位，他哭，不是他哭了，不是玩个游戏而已，玩了呢。我没有多做什么东西，我就正常的玩一个游戏而已。他吓到了，因为他刚在没有镜头之下一直问我什么是谁是谁，我就说你是什么，他说他是好的，我说好，我把两个都告诉他。被骗。啊，我心里就死了。哎，我也是，我真的也是被他骗呢。你这样突然我选你，我好愧疚。下次我不选你了，好不好？对不起了，我不应该选你。让我评分。下一个要哭的有可能是我。好，三个一起。我去呢，去呢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哇！耶！碎了，碎了。心跳，他给我跪下来，他木刚给我跪下来说：“你告诉我谁是酸民？”难怪我居然可以在我面前跪下来啊！玩游戏玩到出这一招，而且我跟你讲，我刚多惨，我就是呢，一看到他，我想说，我就要马上帮花花抓住人，然后呢，我要遮住他的嘴巴，然后拉到旁边，然后我把他拉到旁边之后呢，我就我用跪的是把他压着，然后我就说：“我跟你讲，你不要想逃跑，现在我就赌。”是许梦哲先抓到我，还是花花先过来？他就一次抓两个，这许梦哲就探头过来说：“哎，一次两个。”两个。哎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一五一，我跟你讲，我会心里误会他，全都是也是被他骗，因为他真的演得太像香明。对。我本来觉得是林莎，他一直讲你。可是林莎其实在前面都一直有，还挑拨你，略微展现出他有在谋略什么事情。他。大概第一关结束的时候，我就有猜出来你是酸民了。我从第一关就觉得你是酸民，真的，我就觉得我们两个是同伴。对，我就猜对了。然后后来你很直接的跳出来指的我说你就是酸民，我就知道你一定是香民。对啊，我就太身份，所以你在找的时候我躲得超好的，我还躲到垃圾桶里面，真的假的？把自己当一个垃圾。对。但是其实今天主要也不是香民派跟那个。酸民派的比拼，对啊，今天配对获胜。其实是我们替花花，让他呢人生可以成长。哎，你们不要这样子，我觉得这节目很可怕，来没贡献也会被亏，然后有贡献还要被人家解梁子，做人好难啊！做人好难啊！等一下，再讲要换他哭了。节目效果啊，真的节目效果，节目效果，最后奖金还没拿走。对啊。好，哎，奖金枪二选一，但是一万二嘛，对不对？12000。然后就这样平均下来，一个人是2000块，那谁来决定？啊，那一起指啊。啊，最多的，最多的哈。一二三。好，那就由我来
揭晓答案哦。疯成这样。12000元有没有可能达到呢？一、二、三。哇！好，一切只是节目效果了，好不好？哎，那好玩，好玩，好玩。你们两个还是可以有带来好的戏剧给我们看，对，好不好？对，我们还是希望有一天你们可以演肝胆相照的母女。对，母女档，我觉得应该蛮合适的。姐妹，母女可以，没关系，演什么都可以。谢谢所有来宾，辛苦了。好，看今天游戏，下周见，拜拜。